大家好，大家好，飛榮武術由你嗰陣時間又到啦，李師傅你好，係陸會長你好 ，OK， 咁我哋今日咧就有幾條問題咧都比較特別啲，我哋即刻入去啦，好嘛？好好，咁呢個朋友問咧就話武術咧應該唔單止係鍛鍊身體咁簡單噶啦，否則咧去健身啊或者做其他運動都可以達到呢個目的噶啦，所以咧佢又想問一問練武術應該會有另外一啲精神層面嘅一啲內容嘅喎，可唔可以介紹一下李師傅？哦，其實呢個係一個。值得思考問題啊！咁其實咧，你講真，如果你要身體健康咧，做任何運動都係身體健康嘅，持之有效就得嘅。咁點解我哋武術運動咧會係放到咁高層次咧？咁啊，以前咧我喺體院學呢個教練班嗰陣時咧，咁啲導師同我講，佢話武術運動咧係一個高層次，佢屬於一個多向嘅運動。咩叫多向運動啊？如果你係田徑嘅、游泳嘅，你嘅姿勢不變嘅，一路向前衝嘅，喺時間方面嚟落功夫嘅啫。爭取成績嘅時間上面係速度嘅啫，咁但係武術咧，你同一個定式裏邊，你可能兩隻手、兩隻腳、身體、頭部、眼睛咧，係做緊唔同嘅嘢嘅。咁呢個就對於我哋嗰個腦部嗰控制能力嘅協調能力咧，係相對高啲啦。冇錯。咁同埋咧，你田徑你唔需要考慮佢嘅源流歷史啊，唔需要考慮佢嘅內涵啊。但係我哋國術運動咧，又有唔同嘅門派，有啲有唔同嘅年代嘅所產生嘅不同武術。咁我哋咧可以喺呢個層面裏邊，因為我哋可以探古尋源啦，可以追溯啦，亦都可以理解佢嘅權利啊。咁亦都同時咧，我哋可以思考一個招式，佢究竟隱藏幾多一個攻防技術喺度咧？咁呢個咧就係相對嚟講，你對一啲單向嘅，譬如田徑運動咧，係唔同咗嘅諗法啦。即係嗰個思考性啊，係會係突出咗出嚟嘅啦。即係話咧，如果係如果講係一種體育運動咧，就主要講求一個速度，係啦，同埋最主要目的就係贏，冇錯啦，或者達標力量咯，係咪先咯？咁但係啲武術咧，即係其實都係用個身心相收嘅，即係個心裡面都要，即係除咗身體之外，就個心裡面都要有一個收穫嘅，同埋傳統一啲文化嗰啲，係有一個文化背景啊，相結合嘅。所以咧就應該就話如果講純體能方面咧，係同健身啊同埋呢個運動體育運動啊冇乜。太大的分別，第一講到心嗰個收穫咧，就應該係比較即係深好多啦。有我哋一套獨特嘅理論啦。係啦，所以咧就應該係咁嘅理解，就係佢係有唔簡單嘅。不過就呢位朋友咧，可能佢又係遇到啲咁樣嘅問題想問問，咁啊應該希望幫到呢位朋友。好，咁啊第二題啦，咁啊八段錦算唔算係功夫㗎，師傅？為點解會有文武之分嘅咧？其實八段錦就唔算係武術嚟嘅，佢就係屬於一種係健身氣功， okay， 一種動功，動功。咁點解會有文嘅八段錦，武嘅八段錦咧？咁其實嗰個八段錦本身咧就係針對一啲咧想改善身體，或者想強化身體機能嘅朋友咧嚟設計嘅。咁佢個動作咧都係一般練氣功要求比較緩慢啦，比較係舒展啦，自然啲啦。咁但係咧就強調嗰個呼吸嘅方法，譬如我一定利用個丹田嘅呼吸啊，點樣令到嗰個呼吸咧係產生一個好處出嚟啦。我呢個咧就一般學習，佢唔需要好注重外表嘅出力動作嘅。咁但係有啲武術家咧，本身因為喺武術運動裏邊咧，亦都好多時咧係借助嗰個呼吸咧嚟發力嘅。咁有啲武術家咧，佢就將個八段錦同呢個佢嘅要求啊，發力嘅要求咧相結合，就透過練八段錦。咁譬如將嗰個外形咧，一般人咧係比較放鬆嘅，佢要做到咧同武術嘅招式好相近、好相似，同樣要求。咁另外咧喺最臨尾完成嗰一剎那咧，佢刻意發力，啱啱咧就同嗰個呼吸咧吻合咗。一個呼吸最臨尾完結之前，同佢嘅發力動作咧一個相結合，咁啊形成一個咧呼吸同氣力咧一個結合出嚟嘅方法。咁呢個就形成咗啲係有啲點叫文太極。就一般人咧，強身健體，即係自己練嘅，係啦，就唔好話刻意我要點樣發
發力啊，或者點樣借助呢、這個呼吸咧去發內勁咁樣。但係練武術人咧就希望咧一個咧雙修啊，既練到呢個八段錦嘅健身好處，亦都可以練到武術嘅招式咧，咁嚟結合成咧，所以有我有分文嘅同武嘅之間嘅分別啦。OK， 咁希望都呢位朋友會明白啦，因為佢即係話八段錦好多時係從個人身體嗰方面去鍛鍊嘅嗰個目的比較大啲嘅。好啦，咁另外一條就話南武術咧同中醫有冇關聯嘅咧？咁武術裡面嘅穴位個概念同埋中醫嘅針刺穴針灸穴位嘅咧有冇相唔相同嘅、啊、師傅？其實嚴格嚟講咧，武術同中醫係武術冇關係，一個係醫人，一個係鍛鍊身體。係。咁但係如果練武術嘅朋友，對一啲醫學常識有了解咧就好嘅。咁啊，剛才呢位朋友講到話穴位呢方面，咁穴位咧就係喺我哋身體裏邊一個好少少一個好微細地方，用針吉落去嚟產生一個改善身體嘅效益啊，不斷嚟強身也好，改善身體也好，醫病啊都能夠嘅。咁但係因為如果我哋即係你兩個人對敵期間，兩個人互相咁喐動緊嘅，你唔能夠咁準確去捉到對方，咁同埋咧，我哋穴位係佈滿全身噶嘛，咁我哋交接之間咧都係用手，咁所以我哋嘅捉拿穴位咧，一般都係個手嗰邊，手嗰度去揾啲穴位，咁呢穴位咧，肢體多啲啦，通常係比較廣泛啲，因為有啲咧同埋係比較係喺我哋嘅皮膚唔係咁深層嘅，如果你話喺肌肉嘅裏邊啊，或者肌肉底嗰啲咧，根本我嘅力度未必達到，就唔會令到人產生一個痛嘅感覺。咁譬如呢啲咁嘅穴位咧。咁如果咁足咧，嗱，大家鏡頭面前都常識，呢啲明顯咧係個痛嘅位置，或者呢啲位置咧係會撳落咧，係有一個痛嘅位置，係啦，冤痛嘅。咁呢啲啊比較我哋每個人相搏期間時咧，可以捉到對方嘅手。咁呢個，咁如果你啊其他一啲喺身體裏邊咧，咁個力量咧係未能夠捉到咁深。咁咧，咁所以一般嚟講咧，都係喺個手，不管你係上臂也好，前臂也好咧，去揾一啲震痛點。咁而呢啲震痛點咧，相對亦都係一啲我哋醫學裏邊嘅一啲穴位動作嚟嘅，即係嗰個穴位嘅位置係同醫學嘅一樣，係啦，用途唔同啫，係啦，就係、是、深層啲啊，同埋淺層啲嘅分別。咁啊，問下師傅一個小問題，咁我哋睇到電視劇啊，啲電影都話咩點人哋穴之後唔喐得啊，又笑啊，嗰啲有冇咁樣嘅咁嘅功能嘅咧？我本身就未正式去學過一啲中醫嘅穴位理論，咁我但係你話會唔會去到呢啲啊？我諗都係一啲。劇情需要去搞個笑啫，唔好諗咁多，諗多咗。係啦，諗多咗你。OK， 好，咁啊，今日時間咧就差唔多啦。咁咧就疫情原因咧，我哋都而家仲係即係觀察中。咁我哋但係我哋下一個定到時間嘅工作坊咧，就係9月19日喺九池灣嘅。咁希望大家先報名先。咁我哋到時有咩改動再通知大家。咁啊，多謝大家，拜拜。拜拜。